dump 70 or 80% of rice in the bowl and wash it.我拿个勺子，因为煮肉吃，我过不去，要不我拿个勺子，水开了这个，水开了把这个洗干净了，把这些洗干净，不用再拍了，这个水开了之后。 等一下，我还没拍呢。你看，哎呀，快去，你拍一拍完就走人啦。黑金虾，好多虾，要洗一下。Dump the rice into the pot when the water is boiled and boil for 15 minutes by small fire. OK， 搞完之后，哎，我也不想冲进去。这样，我怎么切呢？这样子吧，1分为4吧。好，这样子切容易成熟。